你是什么人啊？我是你的头家，弟弟。来了。我就是你的头家，你是我的老爷。那以后你要注意啊。拄则，道理啦。要不然一个石头要甲大粒，只要甲固定的大粒关着包裹住，是适合规身躯。阿那，你袂记头家了吗？你是，我是你的老板，我的头家，你是老板。你头家，你哪会想比我较歹啊？讲到这個，我就你就唔知咯。因为拄只咧，咱去落街路去买衫裤，头家出门足低调。我买一束新衫，然后想讲互你试穿，互你穿伫身躯，所以咧一路硬互你咧穿倒来，你知无？你怎想讲话？你先想怎？我是什么人啊？你唔知你的名吗？你真正唔知？我叫什么名？你叫阿公啊！阿公啊，唔对，你就是阿公啊！你是我的头家，唔对。安尼，你紧带我回去好无？什么？我带你回去？我规身骨够疼啊！你看遐，拄只你就是要退我，我车啦，带我只头家去台北去攞皮袋啦，现在无这份你攞我搬搬倒啦，你这安尼失魂落魄来，知无啦？继续替我拖车啦！我规身骨拢着刺伤啊！我搁甲你拖车啊！哎，我骑只车哩。我拖袂行，什么拖袂行？来，进来！伊二十八公斤尔，来看看，小姐，都活动，二十八尔嘞，出来干哈？来哦，好。哎呦！这车老不用动了呀，歹去啊！啊，无卖拖啦。袂使。你两个人都是那个，你个惊啥呢？你还有那个风纪款呐，风纪款，趁早给你集团诈骗集团。啊，你哪知呀？啊，你
二六二二六六个来，你两个人有一个创啊？啊？哦，我知影，抓这好个人，可能要靠命靠哦。我袂讲离婚呢，我要甲急救啦。无可能这好心啊，你来这好心哦、喔。你急救？我得报销。急救也记不通啊？因为我个炮精神来婚礼啊。个炮精神？陈思怡，我让你陈思怡。无啦。哎，伊要锁，你敢干嘛？敢锁啦？伊要锁啊！你错，这是我的物件。哎，我哪里锁那个门啊？我本来打的。
你们两个感觉你是笑你你叫我要求的啦，哎呦，好，别，别走，你走。